感觉好久没有玩口水怪了。哎，现在口水怪强不强？什么？感觉一般蛮强的、啊。口水怪人登场！自从火甲没那么强以后，我就没玩过了。我很享受这只暴舔别人的快感，真的。这把 CC 好像很多呢。算了，点这个好了，不用点任性。啊，我打露西安，你有带魔防？靠腰！哎，不提醒我，少了6点护防。我如果是打露西安，我应该带两颗，我会带两颗护防，我会59护防走出来，他就爆了，完了。哎呀，本来我一定掉了他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们起跑点就出现一点失误。我带了一身魔防，然后要打两个物理斩，还能劈别的东西，这不是劈的，这是真的。有这么精致的劈吗？还会变大，还会变大，还会变小。你看，变小了。我只要前前后后的途中就会变大变小，这种东西能是劈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哎，这蛮强的，我已经没带物防了，都可以爆舔他，哎，我觉得蛮有前途的。短线普攻不够长啦，他在带光辉披风会不会玩？对啊，一直有铜牌，很喜欢以为自己是精英，跑来质疑我，真的很奇怪。直接舔，死掉，拜拜！ Rip rip rip！ 不要！咦，他就是会吸奶，又在吸了，只会吸奶，没擦你的线那么烂，多吸啊，多吸几口啊！希望我洗完澡出来，你是主。哎呦！哎呦 ，QQ 妹子要去洗澡了，拜拜拜拜。一般不是要去洗澡就是不会回来的意思吗？对啊，就是你跟妹子打咯，打到一半，然后她就出来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先去洗澡。就”就她就不会再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再回来过了。一般不都这样吗？欸、那不是我的经历哦，那不是我的经历、嗯，我只是听说有人这样，有人这样，我朋友，我听说我朋友有遇过这种事。对，我听说我朋友遇过这种事，你们应该有遇过吧？你癞蛤蟆开田，呀嘿嘿嘿嘿，舔到喽！嘿嘿嘿嘿，哇！救一下啦！救一下啦！对吗？这样才对吗？干嘛放弃我？差点害我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很硬哦，我们癞蛤蟆的硬度真的很硬哦。你别再点了，露仙。版本 OP 上单，露西恩直接无情送头，曾经的版本 OP 上单角，减一，无情癞蛤蟆直接减一，你在干嘛？耶！我绝对不会放过100多块，我才不会轻易的放过啊！路跑车。哇，我没放过那个176，这个100块漏了。他知道我，他的头跟炮车我只能选一个，真的，这个人好精明啊，我只能选一个。他应该已经不想玩了，路先打先打成这样，估计是不太想玩了。啊，连我的伤害呢，牛奶可惜。哭啊！又来了，吸了3次还不行，还要来4次。难得圣诞节还不快吃爆洋芋片？不要啊，我不要，我怕再飞下去那个门都要过不去了。虽然这样讲是骗你的啦，这个真的要连门都过不去，估计要300公斤吧。我们离目标很远。
白铁往前滑，你往前滑。你怎么忘掉了？路线，这个路线上路选来打线的，被我打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们稳一点来出火甲。这个我说过啊，坦肯级出火甲有一个好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肚肚里面烫别人。你为什么还要出来啊？我真的不明白。Why you bully me？ 你为什么要出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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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出来？你为什么要出来？你到底为什么要出来啊，露西恩？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，露西恩，你为什么要出来？你都已经零六了，你还要出来？我真的不懂啊！我们进塔下如入无人之境啊！你明明就死过很多次了，你这次却没有汲取教训。无情 TP。去掉肚中，哇，怎么不是我的？我准备好台词，肚中开烫，然后另外一句，肚中，那你们讲的哦，你们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哦，聊天是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哦，聊天是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，可以吗？我来战斗。biang biang， 呀，行不行啊，小丑？好烂，巨他妈烂，小丑！你真的是人如其名啊，小丑！太阳一打二啦，太阳真的一打二了，结束了吗？是吧？结束了吗？咱们不能没有啊！我觉得坦一点比较会赢啊！我觉得我跳过这个，直接出十，直接出石像鬼的胜率比较高，这个比较符合我们的装备啊！不要啦，肥猪快野，你抓我啊！你发龙都不要了，你就来抓我啊！哦、你真的来哦！哎呦，你恼羞哦！你这是万念俱灰吧？腹中开烫，你这是万念俱灰吧？恼羞，恼羞单挑癞蛤蟆，惨遭滑铁卢。我已经帮他想好这个台词了，小丑本人。可怜，你那个装标打不赢我，证明了我对这次相当的能打。难不成跟我头上的帽子有关系？我戴了这个帽子后，实力大幅增加，圣诞力的威力，是吧？安娜，安娜贝尔，安娜，你也可以啦。无情开田，万念俱灰，路线。无情开田。肚中开烫。我的硬度好战者无情回血，我的硬度开始要突破天际了，应该不会有人打死我了。坦肯奇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直接出现在敌人中间乱舔一顿。你还敢大绝啊，开进，出现在你脚下乱舔一顿，肚中开烫，肚中点爆，肚中烫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啊！我掉什么事？
哎，小草，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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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，蛋蛋蛋蛋蛋，说好不打，等，等啦，等一下，拜托，等我一下。这个局一定是伤害不够，我刚刚已经坦很久了。当你已经可以坦十秒的时候，坦十五秒也没有意思啊，应该要发挥一点你的伤害。无情包夹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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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骗你的啦！还有一个盾，一个吸两个 AD， 硬度异于常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该不会是老黑输吧？我闻到了我们可以输的味道，真的，我已经闻到了，这太阴要一打五，只有我四个人。这个一个队伍当只有坦克有用的时候是会输的。小丑，你抢一下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你可以尝试一下吗？我去你的小丑，他连试都不试哎、欸！把这个辅助，辅助拿。不会，把灯笼拉掉，那我吧。惨遭三个人暴打两人，临时的路线赢呢，这是个励志的故事，证明呢上路角上路即使临时还是可以赢的，这是属于一个路线励志的故事，短距离位移。肚中开烫，抱歉了，肚中开烫，啊，无情尾刀，不过我这个人不错啊，我并不在意别人尾刀吧。他把你吃进去了，救我吧，被你们卖。这把我们缺乏最需要的要素，缺乏上路最需要的要素。不，好吧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打肉不是正常吗？一坨肉砍了37000，小丑19000 ，AD 25000。睡啦，小丑，睡啦。难受，真的难受。我也可以这样子播啊，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圣诞老公公在播。圣诞节过了，可以拿掉了，好吧。我很享受这只暴舔别人的快感。舔到喽，舔到喽，舔到喽！真的很硬哦。我都不带了，不带我行。好了，那带一下，那带一下。你到底为什么要出来啊，露西安？你回答我。路跑车。